你们记得当时给他的眼睛病，一起把病的镜子砸的嘞，吃掉的眼睛。面和馒头没有米。这是他们的辛劳交的，因为给他们的交红梅。嗯嗯。那去把你去装这小桶了。他也是。再能接一点。嗯。我等你们再给你。哦，没办法。我。哎。你怎么没有我这个呢？我给他们吃。没有我。啊，这边从这个两分吗？嗯。这包子。你要的。